特集，時間兩點十六分，2021年3月9日星期二啊。我記得2016年3月9日嗰日，咁我嗰陣我翻學啊，但係嗰陣咧，之間間覺得成個頭好痛啊，跟住之後成身都好熱啊。跟住我放學翻屋企之後，原來咧我發燒，我發燒都翻學，就我嗰陣我就係都坐喺度都捱咗好耐。唔係嗰陣我喺學校咧係基本上係唔舒服嘅，係我係冇理嘅，基本上喺學校。跟住我3月10日請咗人假。我嗰季3月10日咧，星期三 day camp 啊，之後早要上堂，跟住即係1:30就喺嗰個操場嗰度做學習啦。大約起碼2:00就去到亞灣嘅羅亞方舟嗰度。咁佢咪話有嗰個活動咧，但係佢話用到咩一條繩嘅，唔知做咩嘢。嗰啲咩安全帶啊嗰啲，但係高空活動咧就話即係唔理你畏唔畏高，就話俾你聽，可能有啲人即係同我一樣好畏高，即係有少少畏高嘅，但係就話自己唔畏高嘅。點樣做一個高空活動我都唔知啊，係咪誒你自己著住嗰、那個即係你著住啲熱衫，跟住攬，跟住然之後攬幾條安全帶？是不是兩條安全帶，跟住即係好像半空咁樣吊上去嗰啲咧？跟住後屘咩要爬過去，唔知要做咩，點知行過去？跟住咩要下面幾條友幫佢拉繩嘅，唔知拉繩仲有咩用途咧？跟住之後跳，跟住咩由一個地方跳過另一個地方，聽我基本上都唔知咩嚟。未玩，我俾你聽。如果星期三玩完之後，可以話有一個新體驗，就我喺半空度玩。平時都係好平常冇乜嘢啊，但係如果你喺半空度咧，即係你企喺個天空度唔知做咩，可以話冇試過呢個情況。但係講到尾都唔知係點嘅，都唔知佢真實嘅情況係點樣。在那裡4個小時，四個鐘頭，我只是玩高空活動啊。生物科測驗原本就下個禮拜五嘅，但後屘佢改咗下個禮拜六，9:30到10:30喺科學校。喂，9:30啊！咁即係話我要由一次成蚊咁樣上細葉堂，同埋星期五嘅化學堂都係要8:30出口，一定要知醒啊！平時我喺屋企已經唔知醒嘅，但係啦，今日唔係話要交嗰個 lab 嘅功課咧。當我去到天上公園做引體嗰陣時咧，我醒起今日係8號。我諗起今日咧，都係食屎啊！我唔記得咗，仲有份功課要交添，就係、是、英文嘅 LP Learning Proposal。哇，做都未做，跟住十個 LP 3個 article 要寫 email， 跟住3個 article 都要揾3個 vocab， 然之後睇呢3個裏邊。要揀一個你覺得好有趣嘅 article， 跟住之後寫咧點解，之後又係寫 email， 跟住最尾又係寫 email， 跟住又 vocab。我俾你聽啊，我咧係11:00先做 LP 嗰邊，夜晚做唔曬啊！我做咗 article 1-2嘅呢個 waiting 同埋嗰個 vocab 咧。跟住 article 3我冇寫啊，我哋做咗 vocab 啦。跟住後屘嗰個咩揀咗 article 邊個咧？我做咗一大大，跟住做，為老師咧，我做咗之後
剩低 Article 3嘅 email 同埋最尾嗰個威社又寫 email 嗰、那個，話俾你聽，嗰、那個嗰兩個 Article 嘅 waiting 咧，我可以話冇跟個 list 做嘅，所以話俾你聽，我呢個 LV 係好大機會冚價，即使話俾你聽。個 LV 做差唔多完成，跟住後屘度做咗手一啲54分啦。咁嗰陣都哇，拎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網站拎到爆，跟住我手一啲59分先升上去。話俾你聽，我係遲咗16秒，16秒都有人計時交話俾你。但係話俾你聽，冇時交，我手一啲59分嘅喎，遲16秒啫，16秒可以足夠到你做幾多樣嘢。知啊，呢日新增9宗啦，咁6宗係本地，四宗見到個名。啊，我玩5鋪，基本上我都好快收皮，因為我簡單功課要做。第一鋪實咗四幾個咧，解好快完40幾個，39個咧。第二鋪實咗40幾個，第三鋪實得20幾個。
有個切塔喺度啊，同嗰個切塔咧係跟咗個幾鋪都跟住我嗰邊，然之後咪就對住黃色歪歪嗰種人咁樣，跟住鬼面咪見到佢嘅，跟住轉傷第四波落單，完場嗰陣又見到佢喺度，夾起佢走傷，跟住最尾個鋪鬼面又見到佢，要用我啊，唔中意我咩？唉，總言之，呢個江湖道都唔知點玩嘅，佢就知啊，佢到就知道嗰塊空地到底嗰啲高空設施係點樣嘅。又即我可以依家 search 下羅亞方舟嘅馬灣羅亞方舟公園。高空，梗係高空嘅事。跨咩？跨越奇緣體驗攀爬活動嘅機會，係咪真係高空活動？你咁攀爬都係屬於高空㗎。咁咪好似以前人做咪有個爬山公園度玩嘅。哇！咩打開心窗、勇者之橋、平衡木、雙索路橋、勇氣繩、飛越迷惘、功夫繩、雙人 BQ、功夫繩、雙人天梯、信仰之橋、人生交叉點、天梯泰山繩。哇！咩3D 巨人梯啊？哇！高活動揾到啦！係呢啲高活動喺羅亞方馬灣羅亞方舟呢啲啊，跟住佢嗰啲活動。唉，食屎啊！放大到啊！呢啲啦，唔知呢啲係踩住鋼線上，定係話係吊住上咧？不過呢啲光活動咧，佢你就眼望去都唔係好高，但係可能去到一個真係好高。啊，唔係嘅，有安全帶，除非安全帶虧咗，跟住跌咗落去。咩人嚟？一個位跳另一個位，又唔知咩？雖然知應該係嗰啲㗎啦，不過話俾你聽，點樣玩都係其次，同埋到底你有冇佢呢個活動可以幫你增強信心。係啊，聽日要交呢個健體嗰個 project， 跟住星期三要交 assignment， 但星期三要 day camp， 所以話一定要 day camp 先做佢。